大家好，我是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年纪最大的囧哥哥。我这次本来是带着必胜的信心来，但是昨天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不小心伤了一下脚指甲，就穿不进鞋，所以呢我本来希望在舞蹈啊说唱啊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表现，但现在没有办法，所以呢我是年纪最大带伤上场的囧哥哥，希望大家屁我。你是 AKAMC 杜鹃花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我是白云下面杜海涛，最爱吃拔丝香蕉，棒的棒的棒棒棒棒棒！哇 ，rapper， 请问你在你这里面是什么担当？我是胖担当。披荆斩棘的哥哥们，有你有他，必须有我。哇！啊，你要问的是我能在这个团里面能够担当哪一个角色？什么的呀？他没有问呢，还没问，你自己 Q 别人。你说颜值，我有颜值。哎，说唱，我自己最拿手。是的，跳舞没得说。哦，明白明白。还有什么？不是有4个出道名额吗？要我愿意给曾毅，因为曾毅是一路从海南岛开车来的。要从广东走到高茂，然后再进入湖南，机油不够了，好不容易赶上，真是披荆斩棘啊！哎，咱们剧组能不能给我加个鸡腿啊？他开了20多个小时，我真的一路开车过来的。哇，你不投我不投，曾毅何时能回岛？对，狼哥是最适合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名字了。对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孟鹤堂，这次来参加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。其实我是哥哥里边岁数可能是最小的了吧？嗯，啊，我是88年的。这样得罪了所有的哥哥，这真的大家脸色都不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最小的是应该是龚俊吧？对不对？同卓弟，同卓比龚俊小，小2岁。啊，龚俊，我以为你92年嘛。因为龚俊现在有一个剧正在那个热播，是我们甜甜的小美满。小美满，哇。很帅呀，还看到现在才发现，不是说我，哦，对，不是说我，好，你88年，88年有比88年还小的吗？88年有吗？高伟光，你有30？88年是我的一部分。披荆斩棘的练习生哥哥沈凌，曾经我也是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小鲜肉，一不小心就变成了练习生哥哥。感谢披荆斩棘的哥哥让我重燃斗志。这位朋友斗志太强了。哎，朋友们，如果我不能成团出道，嘿，我今儿就不走了，我就哎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那边面包和水都给我拿来，我看看谁出道，我看看。沈凌可以，沈凌说的都是行话，全是行话。我是披荆带银的哥哥。披荆带银，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披荆斩棘的王祖蓝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一直在笑，你们觉得好好笑吗？我觉得自己是认真的去参加这个比赛，所以为了这份诚意，你一定要投我。祖蓝本来来这次是宣布他的公益亲子广播操歌曲的，他去广播操。刚才你在说这一段的时候特别用力，一用力皱纹越来越深。有吗？在你提到抬头纹的时候，然后高伟光在后面借笑，你们赶快再复制。高伟光怕卡粉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卡粉，有点卡粉，没卡没卡没卡。各位蜘蛛，蜘蛛，蜘蛛，各位蜘蛛人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各位蜘蛛人，蜘蛛人，来，再来，制作人，来，重来啊，重新来啊，重新来过。各位制作人，大家好，我是披荆斩棘哥哥里的练习生高伟光，在我们一路披荆斩棘的路上，请点亮你们的小心心。小心心需要配音吗？后边等着最后这一下很麻烦，你提前说一下，我们会帮你转话筒。这么多话筒显得我们这个团队很不友爱。你最后一句再来一下，你最后一句再来一下。我想要在我们一路披荆斩棘的路上，请点亮你们的小星星。再暖的心，我看好运来，好运
Yeah.